宣扬欺瞒掠夺的武帝，我玄牧正式向宣扬开战。宣扬王希望我们出兵增援，找个借口拖着。你父王希望你尽早选个日子好和圣伦完婚。你们的联姻可以帮助宣扬尽早与凌云结成同盟。每年四月我会在不归谷的桃花树底下等你，我答应王，我一定要去赴约。要是玄牧局势不稳，战火再起，你对得起洛江的百姓吗？看守脱出洛书的金鸡出现在了御渊，事不宜迟，立刻动身。玄牧已经拉拢了洛江，我们可能会有王族之祸。那我们来定个盟约吧，我们不做夫妻，只做朋友。不知道王子妃跟王子恩爱时，会不会偶尔想起旧日的情郎啊？人走，把玉卵留下，想要就过来拿呀。为了这个居然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。宣扬王突然偷袭我们，你们这群废物，今天谁敢作我就杀你。欠你的我已经还清，从今往后你我恩断义绝。这次宣扬将会由我领兵出战，为了各族的百姓，希望你不要手下留情。这一仗对我们而言没有退路，只有死战。死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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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